今晚太累了，我脑瓜子嗡嗡的疼了。啊！脑瓜疼了，兄弟们。哎，今天白天应该是中暑了，兄弟们。干啥呢，三万？三，你干啥呢？今天白天中暑了，脑瓜疼。又来了一只，我的妈呀，乱套了家里头啊啊！昨天鱼鳞呢？那你睡不？嗯，没事兄弟们，没事，给大伙播一会儿啊。今天白天给大伙卖货，晚上再不让大家看看狗子们，兄弟们，三元爹心里头啊过意不去呀、啊。你们让我情何以堪呢，兄弟们啊，晚上答应大家伙晚上看狗子，结果晚上我再睡觉的话我情何以堪呢啊。小拉拉呢？俺家小拉拉呀，这个小拉拉是咱家宝啊，兄弟们，你看小石榴，小石榴回归正常了，兄弟们啊，俺家小石榴都回归正常了，看不着啊，脚真白。我家角，我们的大角，兄弟们在家里头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现在跟老大也是好朋友了，兄弟们啊。昨天老铁们，你们看到昨天了吗？昨天咱大角啊跟老大他们家打仗，你看看今天，兄弟们，你看今天俺家老大呀都把他当成自己家孩子了，你瞅瞅，兄弟们你瞅瞅啊，老大都把大角当成自己家孩子了啊，这证明啥呢，兄弟们？咱们家大脚啊，老铁们，这个大脚啊融入了咱们这个家庭啊，兄弟们啊，跟着咱家狗子们，兄弟们看不着，玩的那是不亦乐乎啊啊。大脚肚子好好圆呢啊，大脚晚上吃多了啊，过来来，大脚晚上吃多了，我没回来的时候我爸给喂狗了，我爸给喂大脚了，大脚没少吃，吃一盆儿啊。我不没回来吗？晚上的时候，我爸给我吃一盆狗粮啊，给换个房子，有点小了。啊，大脚吃了这一盆儿，啊，你看看兄弟们，大脚能吃吧？老大以为他的孩子回来了呢，那不能，兄弟们啊，老大早就忘他孩子了。你们不用别提这茬，兄弟们啊。老大指定是都忘了他的孩子了啊，跟他的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兄弟们啊。我跟你说兄弟们，狗狗的记忆力吧，兄弟们，狗狗对自己家孩子的记忆力吧，说实话真没那么长时间，知道吧，他属于短暂性的记忆，兄弟们知道吧，他记得快忘得也快啊，兄弟们。大脚多大了？脚这么大，大脚三个月，兄弟们啊！俺们家大脚三个月，三万，你干啥呢？三万，这老大好像发情了，那是老大，我感觉这他们怎么都想跟老大玩呢？啊，老四媳妇喝水了，想喝水了，不给喝水啊，不给喝水，兄弟们，他们刚才没少喝水。啊，没少喝水，兄弟们，你们放心吧，我不能说渴着俺家狗子，兄弟们，现在天气这么热啊，兄弟们，你们放心吧啊，我不能说渴着他们啊，这么热的话，如果断了水的话，他们很容易就中暑了，知道吗，兄弟们啊。来，四哥请坐，四哥啊，我听说我四哥为了他媳妇儿今天是舍命相助啊，老四啊，今天晚上为了大脚舍命相助啊，老四啊，稀罕大脚啊，大脚啊，哎呀，我家这个大脚现在成家里的宝了。哎，你看大脚啊，兄弟们啊，他跟 Seven 一样，兄弟们瞅了吗？大脚可真像 Seven 哈，瞅瞅那儿，瞅瞅这儿，瞅瞅这儿，瞅瞅那儿，跟 Seven 小时候可像了，大脚。我得好好训训这个狗子，兄弟们啊，咱家这个狗子现在是唯一的一只，还是继续可以能，还，这是咱们家唯一的一只，还
还继续可以再训的狗子，兄弟们啊，咱家没有第二只可以再训的狗子了，只有他的一只了。所以兄弟们，我要给他训好的，我要给狗子给他训好的。大点是挖趴，大点来，看着啊，兄弟们啊，大点请坐。哎呀，看看兄弟们，大点学会了一个动作啊，过来，大点来。过来大姐，来大姐，过来大姐，大姐，大姐，看老爷的，坐。哎，大姐坐，坐一下。哎呀，大姐乖啊，大姐乖啊，咋的了？训了一下大姐。小明准备偷吃的，难，兄弟们。小明准备偷吃的难啊！我现在把吃都给他放起来了，我把吃都给小明放起来，小明现在可偷不着了。有一只狗，大脸是女还是小女孩啊？那肯定是小女孩啊，兄弟们。那大脸还小啊？啊，大脸才多大啊？俺家大脚啊，才三个月呀，这孩子，兄弟们。大脚，你想不想跟着咱们一块玩游戏啊，大脚？啊？大脚，你想不想跟着姥爷一块玩游戏啊？啊？你要跟这个大脚能做啥游戏呢，兄弟们？啊？我得把老四关起来，兄弟们啊！我得把四哥关起来，三人发情了。我得把四哥关起来呀！大脚妈妈是谁？大脚妈妈，兄弟们，大脚妈妈我不知道谁啊，兄弟们啊，他主人没来，来过来，大脚来，跟上大脚能玩啥游戏呢？啊，跟上大脚，我就怕这个狗子拉粑粑，知道吗？你看兄弟们，我没猜错吧？没猜错吧？又随意大小便是不是？大脚，你又随意大小便是不是？你看老爷怎么收拾你？这狗子怎么愿意上那个厨房大小便呢？啊，他应该上卫生间大小便才行啊！老爷都教你了，大脚啊，你不能在这随意大小便啊！你在这大小便，老爷该生气了啊！干啥呀，在这儿大小便呢？大脚，你过去上里边大小便。大脚，你过来，你过来。又上这里大便知道吗？啊，吃这么鼓了啊？你说你多能吃啊？你说你这肚子啊？你就来咱家你干啥了啊？这两天都干啥了你？你说这肚子吃的，兄弟们，你说这肚子吃圆咕隆咚的啊？你跟老四真像啊！你跟你老公小的时候真像啊！那四哥小的时候也能吃啊啊？你说你现在大脚？啊，少吃点儿，对你有好处啊，大脚。啊，以后在里头大小便啊，大脚。以后兄弟们啊，我把这个狗子给它关起来。以后兄弟们，我告诉你们怎么训练狗子大小便呢？狗子吃完饭之后，给它关到卫生间就可以了，兄弟们。狗子吃完饭之后，给它关到卫生间就可以了。你看我能不能训会？兄弟们，你们猜三用店能不能学会，老铁们？啊，过来吧，大家来，过来吧，不能随意大小便，过来来。好，哎，兄弟们，我现在突然有一件，突然感觉挺烦恼啊，狗子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狗子，兄弟们，咱这六个狗了，能啊啊？以前兄弟们，我以前感觉狗狗少的话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为什么兄弟们多了一个大脚，我为什么感觉狗狗突然之间好像哪儿都是狗呢？啊啊，大脚是谁啊？大脚是老四的老公，兄弟们，老四的媳妇儿啊，我四哥的媳妇儿。小迷糊可愿跟大脚玩了，兄弟们，俺家迷糊可愿跟大脚玩了。把大脸送酒，干啥送走啊，兄弟们？
干啥送走啊？我这给老四养的童养媳妇儿，我还没训着他呢，怎么给他送走呢？你送走了四个月该生气了，相信老爷一定行。奥利给，大脚太闹了，把日本兵送人，日本兵不能送啊，都不能送人，兄弟们啊！我告诉你，老铁们，三恩爹啊，除非没办法，兄弟们啊，除非狗子太多了，我能送人啊，我能送走，但是我也不可能送人，知道吗？我送走，他只是说在别的地方待着，但是大家伙依然能看着，但是不能送人，兄弟们，送人的话性质就变了，知道吗？老铁们，送人的话就相当于把狗子给别人了，主人都换了，知道吗？但是我要给他送走，不在这个屋子里待的话，那主人还是我，知道吧？啊，这帮狗狗的主人，兄弟们，我是他们永远的主人，知道吗？啊，不能送人，啊，你看，你看老四，老四不管啊。我靠，这个小迷糊还骑他身上去了啊！这小迷糊啊，说的对，不能送人，可以送走，但是不能送人啊，兄弟们啊！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兄弟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伙没点赞，咱们点点亮啊！看跟我们家大宝玩点啥呢？跟我们家的大小玩点啥呢？小迷糊，你轻点咬的小迷糊啊！小迷糊愿跟大家玩，兄弟们。小明愿跟大家玩，但是小明好像有点，他怎么有点愿意锁喉呢？啊，小明怎么愿意锁他喉呢？小明啊，那是后妈啊，你不能锁后妈的脖子呀！老师生气了，看爸爸来了。我看小明，你要干啥？老小明啊，一会儿你爸爸肯定该揍你了啊！跟后妈没大没小的，小明啊啊！这大脚挺老实啊，兄弟们，您发现咱大脚老实吗？后妈太小了，欺负大脚呢。我告诉你吧，兄弟们，啊，大脚和小迷糊他俩，小迷糊越来越干不过大脚，啊，小迷糊只能是越来越弱，因为大脚越来越大。咱们家大脚，兄弟们，啊，最次最次也能长成老四那么大。知道吧，兄弟们啊，大脚单纯呐、啊，哎呀，活泼呀，这狗太活泼了，啊，大脚太活泼了，我应该跟大脚玩点啥游戏啊，兄弟们啊，玩点啥游戏？嗯，我教大脚握手吧，兄弟们，好不好？哎，这么的吧，兄弟们，我教大脚握手，然后呢，咱轮班换着狗子监工，行不行，兄弟们？啊，让咱们呢先让 Seven 监督，或者咱们先让老大监督，然后呢咱把这让大脚学习握手，兄弟们看看其他的狗子啊有什么反应，其他的狗子会不会帮大脚，行不行，兄弟们，你们觉得有意思吗？啊，什么收，是不是，兄弟们啊？我让大脚学习握手，我看其他的狗子啊会不会帮助大脚，好吧？感谢大家伙啊！完了，疯了！大脚不怕呀，俺家大脚是天不怕地不怕呀，看不着，兄弟们看着吗？啊，其实他们是在闹着玩呢，兄弟们啊！大家伙不用担心，兄弟们不用担心啊，他们是在闹着玩呢，他们是好朋友，兄弟们现在啊。我跟你说，就这样天天闹着玩才有意思呢，知道吗，兄弟们？啊，大脚急眼了，反正大脚急眼了，大脚想干老大，但是小迷糊上去来了个耗油根，啊，回手掏，小迷糊，啊，做出了不文明的举动，啊，这个小迷糊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呀，兄弟们，小迷糊不按套路出牌呀，啊啊，好了，兄弟们，现在你们看着的是。啊，咱们家新来的选手叫啊，新来的选手啊，大脚啊，跟他的啊
哎，兄弟们，大脚管老四应该叫啥呀，兄弟们？不，大脚管老大应该叫啥呀？老四的姐姐。哎呀，大脚管老四也叫姐姐，不是，兄弟们，大脚管老大也叫姐姐呀，是不是？完了，现在咱们家大脚引起了公愤，啊，竟然所有的狗狗都在欺负大脚，兄弟们，难道咱家大脚已无力回天了吗？啊，难道咱家大脚没人帮助他吗？完了，老四去了，大姑姐，老四去了，哇，老四正在袖手旁观，我四哥竟在袖手旁观呢，兄弟们。好，现在大脚已经被打趴下了，但是大脚依然又起来了。这个欠儿逼灯小迷糊啊，跟着他，欠儿灯小迷糊跟着他的姑姑一起欺负大脚，来过来来，欠儿灯小迷糊，好了兄弟们啊，咱们玩游戏吧，好不好兄弟们？咱们一块玩那游戏吧，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老铁们啊，大家伙有想买斗柴的兄弟们啊，斗柴狗粮，兄弟们99块钱两袋。一袋狗粮是3斤，斗柴的冻干粮，兄弟们啊，就三单了，兄弟们没有了啊，兄弟姐妹们，斗柴的冻干狗粮就三单了，没有了啊，小迷糊呀，你能教点好不？你教的上天的，你要啊？哎，兄弟们，你说狗狗和狗狗之间这么打闹的话，他们之间咬不坏吗？我想知道啊，你没发现吗，兄弟们，人跟狗狗闹着玩的时候，手很容易被狗的牙齿嘎伤了，拉伤了，对不对？误伤那属于，那狗狗和狗狗之间咬它竟然没有误伤啊，它不使劲儿，其实狗狗跟你闹着玩它也不使劲儿啊。哎呀，兄弟们呐，小迷糊啊，终于找到玩伴了。小迷糊啊，终于找到能在一起玩的狗子了，兄弟们。啊，皮厚，真不咬，但是人的皮没有人家的厚啊。大脚指定厉害，兄弟们，大脚指定厉害，咱们家大脚找了两个免费的教练呢，兄弟们啊，咱们家大脚找了两个免费的教练呢，兄弟们，小明太欺了吧，兄弟们，我跟你说啊，大脚不是挨欺负呢啊，他们是在闹着玩的，兄弟们啊，他们是在闹着玩的，大家伙不用担心，兄弟们啊，哎，过来来，上我这来，上过来来。小苹果来，过来来，小苹果过来来，大脚来，他们现在闹着玩呢啊！这一天天的狗粮都消化，大脚一天吃3顿呢。大脚来，大脚干啥呢？在这儿，走，大脚来，那咱学习握手了，来，大脚来，干人家大脚开课，兄弟们。咱们给大脚开课啊，好啊，小迷花，小迷花和小石头进来，来，小迷花，小石头在那待着吧，兄弟们，小石头在那待着吧，毕竟咱小石头老实啊，待会儿没点亮的咱们点点亮，兄弟们，没点亮的好朋友们点点亮啊，进去，老大进去啊，好，呀，小石头进啊，好宝，进去，大脚呢，起来，起来，大脚。大脚啊，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兄弟们，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啊！我要训练大脚练，我要训练咱家大脚，兄弟们，让他练那个握手啊，看看咱 seven 能不能帮他。我家 seven 兄弟们小的时候啊，就愿意帮这个石榴，你们看看这回 seven 还能不能帮咱们家的大宝大脚了？想喝水了。来喝点水吧，过来来。哎，兄弟们，狗狗晚上喝水太能尿尿了，兄弟，我晚上我都折腾不起，真的，兄弟们，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喂它水，而是我晚上我真折腾不起。啊，狗太多了，俺家住5楼，兄弟们，
晚上喝多了，兄弟他们很就尿屋里了，知道吗？就是你憋到最后了，你们都尿屋里了，尿地板都泡了。嗯，早晚遛狗啊，早晚遛狗能行吗？啊，早，我跟你说兄弟们啊，早上起来八点得遛狗，知道吧？中午十一点的时候得遛狗，知道吧？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候遛狗，知道吧？五点到六点的时候遛狗，我直播的时候在遛狗，看着吗兄弟们？我直播之前我在遛狗，一天最少遛五次，兄弟们知道吗？咱那狗一天最少遛五次，这是假的吧？什么玩意儿？快来，快来！你尤其是现在天这么热，知道吧？放尿垫啊，放尿垫啥用啊，兄弟们？你放尿垫的话，你岂不是养成了狗狗让狗狗在笼子里大小便的习惯吗？兄弟们，知道吗？你放尿垫的话，就是为了让狗狗在笼子里大小便。如果狗狗养成了在笼子里大小便的习惯，屋里老味儿了，兄弟们，知道吧？屋里老味儿了啊！快来，站你坐着，站你坐着。木鸭棒有现货吗？有现货，兄弟们啊！木鸭棒有现货，待会儿直接拍就行，好吧？这是哪里的狗狗啊？哪里的狗狗？我怎么整不明白呢？啊，我怎么整不明白你在说啥呢？哪里的狗狗？家里的狗狗吧，兄弟们。来，兄弟们啊！咱们教大脚学习握手，在吗？大脚，你在坐着不能动啊！我教咱大脚握手啊！在吗？哎，咱也不动。三，你注意到他，在大脚坐里头，让大脚坐我四哥的位置上。大脚，你坐四哥的位置上啊！好吧，让大脚坐我四哥的位置上，兄弟们啊！下单斗柴了。斗柴，现在兄弟们，现斗柴狗粮啊，现在还有两单啊，99块钱两袋，兄弟们，斗柴的冻干粮还有两袋，大家伙有需要的话你们去拍吧，老铁们啊，多了没有了啊，就两袋了，兄弟们啊，就两单，就四袋了，老铁们，这狗会自己上马桶坐便吗？不会，啊，不会，兄弟们啊，我跟你说，狗狗真是很少有上马桶坐便的，兄弟们，知道吗？关注好了。对着啊，三，你对着他们啊，我叫大脚学习握手啊，大脚往前点，大脚啊，大脚握手，大脚握手，不对，这个手，大脚握手，不对，大脚握手，握手，大脚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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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脚握手，大脚握手，握手。握手，这个手，这个手，握手，握手，起来，握手来，前面吃狗粮，前面吃粮，握手来，握手，握手，这个手，握手，握手，这个手，这个手，握手啊，弯手，你弯手，老爷给个狗粮吃，好不好？给个粮吃，好吗？给个好吃的，行不行？大家你不能不学习呀、啊。大脚啊，你跟老四，你们俩不能都没有文化啊！你三哥，你坐好了，坐好了。大脚啊，你过来来。哎，这大脚他妈跑着呢。大脚啊，你不能，你跟老四，你俩得有一个有文化啊！你都没有文化，这什么玩意儿啊？你大脚、啊、过来来，脚儿过来来。大脚啊，你快过来，大脚来。哎呦我的妈！那碰两个没有文化的不行啊，兄弟们！大脚跑了，我去找他去。过来，大脚来。你得学习呀、啊，大脚啊！啊，咱俩坐着，咱俩坐好了。走。好了啊。大家握手，这个手，握手，握手，前面吃，前面吃，前面吃，握手，握手，握手，
握手，握手，握手。大家是不是？握手。我不该喂他饭，我不应喂他狗粮。大家握手，握手，握，握手，大家啊，握手，前面吃。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大家好不好吃？握手来，握手，握手啊，握手啊，宝，握手来。好，哎，好，再握手，再握手。那我咋这么笨呢？啊？咋这么笨呢？啊？你看，就是我在说笨的时候，三文一点反应没有啊。还大脚，比他婆婆还大，大脚。你看兄弟们，三文不愿意揍他，看着了吗？啊，如果是老四的话，兄弟们，三文早就揍他了。你信不信？咱家的狗粮，兄弟们啊，第三个链接狗粮149一袋，老铁们啊，咱们家的那个比瑞吉诺瑞的三瓶狗粮，兄弟们啊，149一袋，一袋狗粮20斤啊，一袋狗粮20斤，兄弟们啊，性价比非常高啊，现在狗狗不长肉啊，兄弟们。狗狗不愿意长肉，狗狗挑食，兄弟们啊，狗狗毛不好，然后鼻头掉颜色，兄弟们都可以吃这款狗粮啊。大家握手来，握手，哇，大家握手，三文你教教他呗，你教教他什么？三文你摸摸他，你教教他，你教教他，三文你教教他，三文。教教他，三爷不愿意教他呀，兄弟们啊！三爷吃饭前握手，他先握手，握手好，大家握手。这么笨呢，他呀啊！这家伙坐好了，都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坐坐坐，好了啊！三爷，你上里头去，你上里头去，你上里头，你在里头，你在里，你在里头。你坐着，你坐着吧，三，坐着吧，坐坐坐坐坐，你坐，坐一下，三文，你看你坐一下啊。哎呀，我的妈呀，大哥，你是不是有那个软骨病啊，大脚啊？啊，你是不是有那个软骨病啊？啊，等一下子啊，好，这孩子太笨了。大脚，握手，握手，大脚。你是兄弟们，训狗狗练习握手得需要有耐心啊，兄弟们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兄弟们啊！我的妈呀，大脚啊，你怎么这么做呢？啊？但你坐好了，你要不愿意教的话，你进笼子吧，咱们好不好？让老四来教好吗？大脚握手，你起来，咱起来，握手了，大脚，大脚，握手。有点笨呢，大脚来握手来，我一定要给他教会的。大脚来，看着了，咱也不许吃，你教教他，你教教他，教教他，他教教他，教他，你教他握手，教就教握手，教他，我怎么握手他？握手，握手，握手，大脚握手，握手，握对，伸那个手，你别动，咱俩来握，你看你哎对，你先握手这个手，对对对对对，好，咱你坐好了，哎，三文很聪明啊，反正三文很聪明啊。三宝真聪明，好了，大脚啊，让婆婆教你啊，来握手啊，这个手，大脚也来一个，大脚也来一个，大脚坐好了，大脚坐好了，大脚也来一个，大脚，大脚，大脚来这个手来，这个手，大脚，啊，你再好好学习啊，宝啊，大脚，大脚你坐好了，你别动，爸爸没让你动的时候，你不能动他，好不好？来，大脚，你教教他，你别走，你自己握手，退退。对，好，握手，握手。哎呦我的妈，大脚你能你那么啥也不是呢，这狗子。大脚握手。大脚握手，来握手握手。你知道吗，兄弟们？他有点太饿，他有点吃饱了。兄弟们，这狗有点吃饱了，兄弟们看到吗？那你们瞅瞅这狗的肚子，啊？下回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得给它关起来，我得给它吃饱，我得给它吃，我得那个饿着它才能学，要不它不愿意学习啊。
要这狗子真不愿意学习啊，兄弟们啊。好了，兄弟们啊，今天不教了啊，今天看老四行不行？我把老四请出来，看我四哥怎么教他啊，老姐们。待会儿又想买咱肠胃宝的兄弟们啊，咱们家的肠胃宝呢，49块钱，给大家伙发两盒，兄弟们啊，每一盒10包，总共是20包，兄弟们啊，一盒是10包，给大家伙发两盒，49两盒，兄弟们啊，也就是说买一盒送一盒，兄弟们，肠胃宝啊，来，三件，来，看这狗狗吧，老铁们，这个来。像这狗狗拉肚子呀，拉稀呀，消化不好啊，兄弟们啊，消化不好啊，然后呢，拉软便呢，兄弟们啊，都可以吃肠胃宝啊，兄弟们啊，都可以吃肠胃宝。看看我四哥，兄弟们啊，看我四哥会不会教他，好吧，兄弟们，这两口子啊，两口子登场，兄弟们啊，看我四哥会不会教他啊。肠胃宝49.9，49块钱两盒啊。狗子，来握手，大家握手，大家握手，会不会握手啊？握手，大家握手，来，大家站起。你别动，你别动他，四哥，来，大脚来握手，老四你来示范一下，老四啊，这个手你看看他都会，大脚你来一个，大脚来一个，大脚哎来的不，大脚你来一个，大脚兄弟来一个，大脚来，哎呀，这狗不愿意学习呀、啊，握手，啊。这狗是不是疯了啊？你是不是不爱学习啊？不许叫他啊！来问你能不能好好学习啊？能不能好好学习啊？握手，能不能好好学习啊你啊？啊？你不知道老爷子厉害是不是啊？握手！啊，你信我打你啊！三，你别叫唤三万，你别叫唤三万，行不行？大脚玩累了，肯定不想学了。哎呀，大脚啊，你得好好学习呀、啊！你说你们两口子啥也不是，一个小学毕业。啊，一个小学一年级毕业，一个小学二年级毕业，啊，大脚，啊，大脚啊，你妈贵姓啊，大脚，啊，大脚啊，你妈贵姓啊，啊，老四啊，四哥呀，你妈贵姓啊，老四啊，啊。那是啊，老爷子不跟你说话了吗？四哥，啊，那是啊，你媳妇贵姓啊？那是啊，啊，四哥，哎呦我的妈呀，这我四哥怎么一忽悠就着呢？啊，完了，狗子困了，兄弟，这狗子困了，不太愿意学呀，啊，这狗子困了。欢迎啊，兄弟们，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还有咱家的磨牙切齿棒，兄弟们，咱家第八个链接的磨牙切齿棒，39.8，给大家伙发4罐，兄弟们，一罐有35根，4罐总共是140根磨牙切齿棒，兄弟们啊，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宠物零食，兄弟们啊，老四媳妇也睡着了。三，你别叫啊，三娃啊！哎呀，饭后迷呀、啊，狗也得休息呀、啊。这么的，兄弟们，咱小迷糊出来吧，让老大吧，兄弟们，让老大教教，看能不能教老教小迷糊，能不能？哎呀，这几个狗都容易叫，总能叫串行。咱这几个狗都总容易叫串行的。咱家这个磨牙切齿棒，兄弟们啊，39块钱给大家，39.8给大家伙发4罐，兄弟们啊。
有需要磨牙切齿棒的老铁们，你们可以去拍咱磨牙切齿棒啊！咱们这磨牙切齿棒非常不错，兄弟们啊，狗都愿意吃，专门给狗子磨牙的呀，兄弟们啊，磨牙结齿的啊，非常不错啊。我跟你说吧，他现在就吃饱了，知道吗？我如果拿别的零食的话，兄弟们，他肯定能听话。但是我现在不想给他吃零食。啊，我买过狗狗非常狗狗喜欢吃，这个切齿棒狗狗非常喜欢吃，兄弟们啊，39.8元给大伙发四罐，平均合的不到平均。哎呀，我的妈呀！兄弟们，你说俺那赛文哈，我每天下播之后，我都会给赛文开会。虽然你不能叫唤了，行不行啊？啊？我哪天下播之后都给三文开会，我说三文呢，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我在直播的时候吧，你别出声，你别叫唤，咱家邻居很烦呢，三文，咱好好的消停一会儿，对不对？你别给人邻居那种不好的印象，我就教育三文兄弟们，就不让他叫唤，但他每天晚上都叫唤，你非得让爸我动手打你两下子，你就啊？我非得打你两下子，那打你啊啊！永远喜欢三文，哪有吃的呀，兄弟们啊！我满手里就这两粒狗粮，我要给大宝，我还给这大脚整的狗两粒狗粮，没有吃的了，这两粒狗粮你也不放过呀？来，我让老大出来，来，老四进来吧，四进来，老四出来，来，老大出来，来，老大出来，老大，老大坐好，老大啊，老大坐，好，大脚，站着坐好，大脚，我看你们谁能把大脚教会了啊？我看你们谁能把大脚教会了，大脚。你今天学习好的话，明天我给你多点好吃的，行不行？你今天学习不好的话，明天就饿你一天了啊，大脚啊，来可就饿你一天了啊！来，现在开始学习，握手，握手，握手，大脚，老大先别碰了，老大，你先别碰了啊。老大，老爷告诉你握手的事，你才能握手啊！大姐儿，老大，你先别碰了。大姐儿，握手，大姐儿，这个手手，那姑姑都教你了吗？啊，大姐握手来，大姑姐都教你了，来，大姐儿来，大姐儿，你握手，老爷会给你好吃的，你看看，你握手来，握手，大姐儿，握手。握手，哎，握手，哎，老爷讲一个好吃的，好，好宝，啊，握手来，哎，好宝啊，老大你夸我的，老大，你啊，我夸完了啊，来，老大握手，大姐大姐，啊，夸我的，好宝啊，大姐握手来，好宝啊，好，别摸了，别摸，脑瓜摸傻了，老大，脑瓜不能总摸啊，你摸容易给他摸傻啊，好了，老大你不能摸他了啊，大姐握手来。握手，然后老爷给个热干吃，好不好？啊，你总摸的话，能把脑瓜子给他摸傻了，兄弟们。啊，欢迎啊，兄弟们啊！我再继续来。一会儿啊，兄弟们，咱这小迷糊也教一教，大家伙都轮班当个家长，是不是，兄弟们？狗子现在虽然小啊，现在兄弟们。咱家大脚来咱们家了，其他的狗子每一只狗子都比它大，兄弟们，所以每一只狗子都是咱家大脚的家长，对不对？大脚没有老大好看，拿这里吧，咱俩。啊，好，大脚握手，对，大脚握手，握手，别动了，老大，握手，大脚握手。握手，哎，好，来讲了一个，好，好吧。
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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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好，老大，他知道握手，他知道握手，老大，哎，握手，握手，那知道握手，老大，他知道握手，大脚握手来，大脚，这个手，大个手，哎，来，奖励你，哎，还握手，握手来，握手来，握手，握手，握手来，握手，握手，握手，哎，握手，来握手，哎，哎，好，好，大脚握手来。握手，哎好，啊，大家握手来，握手，不用总爱吃，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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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握手，握手来，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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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啊，大家握手来，握手，握手，握手，哎好，握手啊。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兄弟们，他的生物钟还没调好，太笨了。拉倒吧，兄弟们，没学会，兄弟们，咱们换小迷糊出场，兄弟们啊，估计学不会大脚握手，他只能学会，兄弟们。其实狗狗学握手吧，它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兄弟们，没有学不会的，只要时间够，没有学不会的，知道吗？啊，兄弟们，你们有想买木耳的话。你们想买木耳，咱下方小购是第一个链接木耳啊，咱们东北黑木耳。有想买木耳的话，你们可以拍单木耳去，兄弟们啊，啊，一号链接的木耳啊，老铁们，老四有意思。好了，带小牛出来，来，老大，老大你过来吧，老大，来。哎呀，这个三月，兄弟们，我不是说总，我不想说他，兄弟知道吗？可是咱这个三月呢，总是扰民，总是扰民。老大你坐好了，老大。啊！啊！小牛出来吧，牛啊，牛出来了。啊！迷糊坐下啊！迷糊啊！来，老爷看看你，会不会教干妈学握手啊？迷糊啊！哎呀，迷糊！啊！来啊！你俩差，他俩差不多高，兄弟们。小迷糊和大脚他俩差不多高，都迷糊了，没有小迷糊没有意思啊！好了，咱小迷糊出场了，兄弟们，木耳，兄弟们啊，木耳19.9毛钱，180克，47.9元一斤，兄弟们啊，咱家东北黑木耳47.9元一斤啊！你们想买的话，兄弟们，你们想买的话，你们可以看讲解。今天三元爸白天上木耳地给大伙直播的，兄弟们，你们现在看讲解还能看在我在木耳地的时候什么样，兄弟们啊！你们有想拍的话，你们去拍啊！大姐握手来，大姐握手啊！这个大姐，你看迷糊教你呢，大姐你看迷糊握手，握手，哎，你看你哎，兄弟们，你看迷糊教的好啊！兄弟们，你看小迷糊教的好，哎，迷糊知道把手往上一伸，你看啊，握手，大姐，大姐，你学学呀，大姐握手。啊，握握手，握手，握手，快握手！哎呦我的妈呀，迷糊啊，迷糊真乖啊，迷糊啊，来奖励一个迷糊，啊，好，迷糊再来再奖励一个，啊，迷糊真听话啊，好，大家握手，大家，你别摸他，大家那小迷糊啊，握手，握手，那笨呐，小迷糊他笨呐，没有小迷糊聪明啊，啊。兄弟们，小迷糊说，小迷糊聪明，说大脚笨，兄弟们，啊，大脚太笨了，啊，来，大脚坐起来，坐好了，大脚啊，大脚握手，啊，迷糊知道了，迷糊握手啊，迷糊你不用教他的，迷糊啊，大脚，啊，不，大脚握手，那另一只手，另一只手，大脚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啊，这个手，你看人小迷糊可会了。大家你瞅瞅，你好好学点习行不行啊？啊，你不好好学，你看老爷怎么揍你屁股啊？不好好学，不好好学，啊？不好好学，三，你别叫唤，你看看你，我教育孩子呢，那整的大家伙都鸡头白脸的，我还怎么教了？教不了了，啊？你看我怎么揍你？啊？你看我怎么揍？小迷糊老爷不揍你啊，揍他呢，揍屁股！哎呀，我的妈呀，三人不让打了，你看着你们，三人不让打。
哎，三文一天事可多了啊，赶紧卖了，先再买一只，老倒吧，有这一只就行了。不管咱家兄弟们，不管咱家大宝，不管咱们家大脚是好是坏，兄弟们啊，老四的媳妇就他自己了。19.9块180克，兄弟们啊，木耳19.9块180克啊，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兄弟们啊，来，还没有多少钱，兄弟们来，啊啊，大脚握手来。握手吧，大姐来，你好，握手，大姐来，握手，不能放下，大姐握手，端起来，大姐把手端起来，你脚夹这么大，不端可惜了，大姐来握手，别他慢慢领悟吧，兄弟们，咱让大脚慢慢领悟吧，妈呀，这太笨了。哎，兄弟，你们说你们平时教狗握手怎么教的？不也是我这么教的吗？兄弟们，是不是？那不也是我这么教的吗？那咋教啊？这孩子太笨了，快会了，兄弟，我感觉快会了。大脚来，啊，大脚握手，大脚握手，大脚握手，握手，大脚。握手，大姐握手来，大姐握手，你看看你往这边瞅瞅，你瞅瞅你这个傻儿子，他都会，不你差啥呀，大脚啊，握手，你这脚丫这么大，行不行？大姐脚丫这么大，你瞅瞅啊。还是三文家后代聪明，兄弟们，这个吧得慢慢教，知道吧，兄弟们，这得慢慢教，大家伙先别着急啊。小明，我说小明啊，哎呀，小明捡了一个啊，是不是？也握手啊，小明换另一个手，那个小明啊，这个手，明用这个手来，这个小明啊，哎，好，明用啊，好，你看小明多好。再讲一个行吗？啊，哎，这小迷糊认真起来挺有意思的，行吗？啊，小迷糊，啊，小迷糊今天的坐姿和老四一样。行了，兄弟们啊，让小迷糊关起来吧，咱让石头来吧，兄弟们，小石头还没教呢啊。哎呀，狗子竟然困了。来，小迷糊，你进来吧，小迷糊啊，好了。啊，老爷整不明白你俩啥关系？大脚握手，小石头，你给咱俩握手，小石头，你看人都会，咱俩狗子都会握手，兄弟们啊，他们都会握手啊。看看就不给你吃，小石头握手，好看，大脚看了吗？学会了吗？哎呦我靠，小石头跟那个狗子一般高啊，他俩一般大呀，兄弟们啊。这么小妾的关系，姐妹妯娌关系啊，兄弟们，你看小石头他俩谁高，老铁们你们看好了啊，你看他俩谁高，兄弟们你们看见了吗，他俩谁高，大小来
一般岗关系不错。哎，他一般大，大房，小房大点，大小房，大点高，他俩差不多高，知道吗？小石头没站好，他没坐好，看到没兄弟们？小石头没坐好，谁这么婶儿？啊，另一只，啊，再换一只，啊，再换一只，啊，再换一只，再换一只，啊啊，小石头非常不错啊，好，大点儿。但你换一只就行啊，大脚羡慕他呀，兄弟们，你们看着咱家大脚对小石头一种羡慕的眼神了吗？兄弟们，看了吗？好了，大脚啊，大脚，啊，握手握手那个手，再来啊，再换再换，哎，好，再换啊，再换，好啊，兄弟们啊，看看，啊，石头很聪明啊，大脚都羡慕你了。哎呀，石头大脚都羡慕你了，大脚啊！哎，就是不给你吃，啥也不会的，握手啊，换，看看多聪明！哎呀，你这脚怎么会动呢？我这脚咋不会动呢？哎，再来握手，来握手！哎呀，再换一只，再换一只！哎呀，真聪明啊！大脚刚才肯定那么想的。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脚咋会动呢？我那咋不会动呢？太难为大脚了，人生地不熟，他不习惯。行了吧，兄弟们，咱们今天上课就到这儿，兄弟们啊，今天给狗子上课就到这儿了啊，兄弟们，狗子他不会，咱们原谅他吧，老铁们，咱们原谅大脚吧，好不好，兄弟们？谢谢大家伙，兄弟们啊，谢谢大家伙啊，然后愿意看我们直播的兄弟们，大家伙没点亮的话，兄弟们给三八点点亮，行不行，兄弟们？给三点点亮，好吧？然后呢，老铁们，咱们家的迪特除臭剂呀，第九个链接，咱家迪特除臭剂是买一桶送一桶，兄弟们啊，有想买迪特除臭剂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伙可要去买一单了，兄弟们，咱家迪特除臭剂是买一桶啊，送一桶啊，总共给大家伙发两桶迪特除臭剂。哎，感谢燕啊，谢谢燕啊。这狗子你说咋办吧，大脚脚重抬不起来，我还没猜错的话，大脚好像要拆我这个支架。感谢明明，谢谢明明送的啤酒。大脚骨头软，骨头软吧，兄弟，我也感觉他骨头有点软，怎么回事呢，兄弟们？是因为缺钙吗？我也感觉他骨头软，就是兄弟们，就是你捏上去吧，兄弟们啊，就感觉兄弟们，就感觉啥意思，兄弟们？我感觉他的骨棒子啥的是挺大，但是呢，就感觉他身体可软了那种，啊！感谢瑞啊，谢瑞。但是我查了，兄弟们，我给大脚查了，查那个钙铁信息维生素啥的，兄弟们给查了，大脚属于正常现象啊，兄弟们啊，前两天我不是给大脚做检查了吗，兄弟们，你们记着不啊，给大脚检查的啊，钙呀，钙铁信息维生素啊，还有他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那血气，还有一个叫抗体，还有是螨虫啊，还有是我给他做检查都挺好的呀啊，软。迪特除臭剂是买一桶送一桶，兄弟们啊，总共给大伙发两桶啊，迪特除臭剂好吧。然后咱家火腿肠，兄弟们，第十一个链接的火腿肠啊，14.9元一包，然后呢，大家伙买两包，给大家伙送一包，大脚颜值挺高，还行吧。小迷糊出来吧，兄弟们，你们没发现吗，老铁们，这个小迷糊不出来呀，嘿，他们几个这是玩不起来啊，小迷糊不出来，他们几个玩不起来呀，我这么一瞅啊，兄弟们，不热闹啊啊，哎呀，我要给咱大脚喂胖点儿，兄弟们啊，喂胖点儿。
他们不睡觉吗？睡觉，兄弟们，一会儿就睡觉了。我今天都累了，兄弟们知道吗？我今天都累了。我今天我下播的时候，下午直播下播的时候，我答应大家伙了，兄弟们，我今天我必须得晚上给大家伙直播了，兄弟们，必须给大家伙直播了啊！我现在兄弟们，我今天晚上如果没播上的话，我就得明天白天播啊！我这么一寻思，兄弟们，明天白天我也播，兄弟们啊！咱这火腿肠，兄弟们，火腿肠，宠物火腿肠，这一包是20根，兄弟们，一包20根，然后呢14.9块一包。然后呢，大家伙买2包，兄弟们，我送一包啊，给大伙发3包，兄弟们，买2发3，兄弟们啊，拍2发3包啊，3包加一块总共是60根火腿肠，兄弟们啊，狗子们非常喜欢吃这火腿肠，兄弟们啊，不能给大宝，不能给大脚吃。兄弟们，不是说大脚吃不了，而是大脚刚来咱家，他现在不稳定，知道吗，兄弟们啊？咱这个火腿肠兄弟们看了吗？啊，狗子愿意吃，14.9块一包，然后呢，买两包送一包。来，拜拜，来，好，老四来，老大来，你前面吃，看那前面，你看那前面吃，兄弟们看，你看那前面吃，你看它闻着吧，兄弟们。坐好了，三娃，坐好了。你看他前面吃，你看，着急了。啊，兄弟们，我给你们玩一个游戏，俺家三娃小时候总爱玩这个游戏，我给你们玩一下子啊，老有意思了。啊，兄弟们老有意思，来，你们进来，来，上进去，上进来，上进，上进，上进来，来，上进，上进，上进，你来。三万，三吃不吃？过来给火腿肠吃，过来三万，来进来，来，来老大老四进啊，好，来三进来三万进三进，三八给火腿肠吃，快进进进进，小牛进来，小牛在这儿，小牛来，好，老四啊，好，好，我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兄弟们啊。俺家三文小的时候总那么逗他，嗯，东北七妹儿，兄弟们，咱说话的人太多了，三文爹不可能说跟你们说话，我看公屏，我从来不看谁，不看名字，兄弟们。三元爹看公屏从来不看名字啊，老铁们，不是说我不搭理大家伙，而是咱直播间里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我直播的时候谁都没搭理过啊，我这个人直播愿意自言自语，兄弟们知道吧，跟搭不搭理你们没有关系，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臭毛病，就是自言自语啊，老铁们啊，好吧，老铁们，虽然你不能叫。啊，对不起啊，我往上翻了很远很远，都没翻着你。上进去了，进来，进来，上进，进进。你进去不就有了吗？哎呦我的妈，这么能叫唤呢，我是真服了。我真不愿意给他。哎呀，我的妈呀，这么能叫唤呢，干啥呀，塞文呢？给你一个，不能叫了啊，给你一个，好了。是不是大姐来？看大姐能不能够着啊？大姐能不能够着？大姐能够着，你信不信，兄弟们？好，大姐你能够着吗？大姐。兄弟们，你们猜大脚能够着吗？我给大脚离近点啊，近点，大脚够吧？大脚啊，大脚真皮，大脚来，大脚来，来，
是吧大姐来去吧。是吧大姐来。我这没有来这没有去吧。那顶上有。啊。迪特除臭咋用兄弟们迪特除臭的话按说明用的话按说明用。上面说明是怎么说的呢咱们必须得是按一定的比率稀释才行知道吧兄弟们。按1:200的比例稀释。稀释完之后呢咱们倒在喷壶里头兄弟们就可以了。啊或者是拿着迪特除臭剂头麻布啊洗脱布都可以兄弟们啊而且迪特除臭剂也可以往狗狗身上喷兄弟们按1:200的比例稀释完之后呢兄弟们往狗狗身上喷往狗笼里头喷或者往狗厕所里喷都可以兄弟们啊狗衣服呀狗身上都可以兄弟们啊对狗的鼻子没有什么刺激老铁们啊哎呀给Seven吃吧我的妈呀这个Seven呢兄弟们这个Seven真整不了的。哎。趁机教他握手。不能拿护腿绳教握手兄弟们。他如果学会的话你必须得给他护腿绳才行。知道吗狗子很精知道吗兄弟们啊。狗呀什么玩意儿狗子很精啊兄弟们知道吧啊如果你他握手了你不给他火腿肠的话我跟你说他会生气的啊他下回就不握手了知道吗啊你不是整不了是你根本不舍得管。兄弟们我咋管吧啊兄弟们你让我揍塞文呢是咋的我烦他叫唤我晚上怕扰民那你再让我打他呗。你告诉我怎么管兄弟来你告诉我来。是不是我现在一直看着你说话。爱斯迷惑的水瓶座对不对我怎么管他我打他吗对不对嘴套也不行啊兄弟们。我跟你说其他的狗老铁们其他的狗我可以打但是 Seven 我从来没打过。你们看俺家 Seven 兄弟们俺家 Seven 这不听话那不听话他为啥不听话其实就是我的的确确兄弟们啊 Seven 做点啥错事的话我的确不管他知道吗导致我家 Seven 性格特别任性兄弟们我咋说都不好使这一点你们知道不兄弟们我在直播间里头我咋说都不好使你们知道吧你看老四兄弟们老大其他的狗子兄弟们他们不听吗啊他们都听话为啥呢因为他其他狗子不听话的时候我都削过就三文我没碰过的兄弟们知道吗过来来俺家三文从小到大小的时候打过他啊长大之后我从来没打过三文兄弟们知道吗我没法管呢兄弟们你说我也想把三文管好的唯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揍他知道吧兄弟们如果想让他听话的话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揍他但是这件事兄弟们揍指定是不可行的一件事知道吗兄弟们所以 Seven 压根就管不了我只能说不断的埋怨他但是我管不了他这狗子又尿这儿了这狗子随地大便哪儿都尿啊哪都可以尿啊去就行揍不用揍不管用训不了兄弟们啊这个是训不了的三个愿意叫唤你知道他为啥叫唤吗兄弟们因为他着急知道吧三个人着急所以他会叫就比如说兄弟们狗子现在正在吃饭知道吧狗子现在吃饭三个人现在也想吃啊或者是呢兄弟们啊狗子他们在吃一样东西但是三个人想吃哎你给他关起来三个人就不愿意就让他吃了兄弟们就算是先给三文吃的但是三文没吃够他还想吃的话他就会叫唤知道吧三文他是一个会表达他能表达出来他自己的情感知道吧兄弟们别的狗子他不表达知道吧
Seven 嘛，兄弟们就聪明嘛，就聪明在这儿，我感觉兄弟们他会表达啊。三不能打，经历的重生是他家的功臣。有卖的小公狗吗？没有，没有小公啊，咱家不卖狗，兄弟们啊，咱们家不卖狗。感谢大家伙兄弟们啊，然后呢，咱们有想买咱们家的洗手液的兄弟们啊，我给你们看咱家洗手液，洗手液两瓶，兄弟们啊，咱们家的洗手液，兄弟们两瓶17.9元包邮，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兄弟们，咱家洗手液是泡沫抑菌洗手液，兄弟们啊，泡沫洗手液啊，老铁们，这个泡沫洗手液，兄弟们啊，啊，挤出来是泡沫。啊，兄弟们，啊，抑菌率达到99%啊，可以对啊葡萄球菌啊、白色链球菌以及大肠杆菌有非常好的抑制效果，兄弟们啊，洗手液17.9元两瓶，兄弟们，这一瓶啊，兄弟们，咱这洗手液一瓶是300毫升，老铁们，两瓶加一块呢就是600毫升，兄弟们啊，17.9元这两瓶洗手液总共是600毫升啊，兄弟们包邮，好吧，啊。它是泡沫的，兄弟们啊，这个洗手液我都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我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兄弟们啊，这是泡沫的，一瓶泡沫抑菌洗手液，兄弟们，它能挤出来两瓶的量，啊，老铁们啊，看不着，一瓶泡沫抑菌洗手液可以挤出两瓶的量啊，兄弟们，你们买完咱家这个洗手液呀、啊，你们指定会爱上洗手，知道吧？大家伙指定会爱上洗手，嗯，好用。两瓶17.9元包邮，兄弟们，而且味道啊，这个味道非常好闻啊，兄弟们啊，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它有一个好处是啥，兄弟们，不浪费，兄弟们，你们用没用过那种液体的洗手液，兄弟们，把那液体的洗手液你挤在手上，兄弟们，挤在手上，哎，你这么在你搓的这个过程当中，兄弟们，有很多一部分顺着手心它流走了啊，没就是利用率高，知道吧？咱家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利用率高，就原先那种洗手液它利用率低，知道吧，兄弟们？啊，因为它挤出来本身就是泡沫的，知道吧？啊，它不容易流失啊。嗯、啊，你们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啊，大家伙平时在网上你们上那个某宝啊、某多呀，兄弟们啊，你们拍的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兄弟们啊，洗手液好用，你们平时拍一单泡沫抑菌洗手液。那都得多少钱，兄弟们？都得10多块钱一瓶，知道兄弟们？一瓶就得10多块钱，在咱们家两兄弟们两瓶才17.9元，还包邮啊，兄弟们！两瓶17.9元包邮。啊、嗯，现在泡沫洗手液都好贵。你们可以看看就行，看看在别的地方买的泡沫抑菌洗手液。啊，行不行？我跟你说，咱家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真是挺，洗手液都好贵。你们可以看看就行，看看在别的地方买的泡沫抑菌洗手液。啊，行不行？我跟你说，咱家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真是挺好的，兄弟们，这老人小孩都能用，兄弟们啊，小孩也可以用啊，洗手液划算。你随随便便去买一瓶洗手液，你就买那最便宜的，不得9.9元一个呀，兄弟们啊！大伙就想想吧，兄弟们，你随便吗？狗子，
喜不喜欢爸爸 Seven？ 来过来，你看看兄弟们，俺那 Seven， 俺那 Seven 就这一点好处，兄弟们，你叫他来他就来，知道吗？兄弟们，这就是不揍，兄弟们啊，有的朋友们，兄弟们，看咱 Seven 兄弟们啊，他为什么这么听话呢？因为我平时对他好，知道吗？他对我没有防范，知道吧，兄弟们啊？老师和老他们不会才艺，主要是不会才艺。他们又会，要是会才艺的话，他们也会，知道吗？咱那三位灵巧，他好动，他灵巧，知道吧？啊！再是咋的，兄弟们？俺那三位以前拍段子啥的啊，俺俩配合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默契，兄弟们，我跟三位有很多很多的默契啊，打配合的默契啊。王小楼三位睡觉去，三真听话啊。三文就没有别的，他没有别的缺点，他就愿意叫，兄弟们，三文是个看家的好手啊。咱家如果要来人的话，兄弟们，我跟你说啊，你看老四，兄弟们，老四和老大他们两个家里如果来人的话，老四和老大他得摇着尾巴得欢迎人家进来，知道吧？但是三文就不会，兄弟们啊，咱家如果来陌生人的话，三文会冲他叫啊，而且三文不让任何人靠近他，知道吗？啊。不让任何人摸他，小迷糊也是，兄弟们，小迷糊也是不让任何人摸。哎呀，小迷糊怎么搁这里呢？啊，小迷糊在孤儿院呢，小迷糊啊，小迷糊在孤儿院呢。来，探视时间到，探视时间到，小迷糊终于出来了。大家多吃 seven， 都下单吧，谢谢大家伙啊，兄弟们。迷糊出来吧，探视小迷糊了啊！探视时间到，迷糊这是在迷糊，俺家迷糊是在孤儿院睡着了。嗯，一瓶还是两瓶？兄弟们，洗手液是给大伙发两瓶，一瓶是300毫升，兄弟们，一瓶是300毫升啊，总共呢是600毫升，兄弟们啊，两瓶加一块是600毫升啊。唉，今天真累了，兄弟们，今天真累了。嗯，三爹一会儿就下播了，老铁们。啊、嗯，我还要遛狗去呢。今天白天下午卖了一下午木耳，兄弟们，在阳光底下晒一下午，在阳光底下晒一下午，兄弟们。啊、嗯，太累了。哎呦妈呀，太累了，兄弟们。啊、嗯，今天晚上我得早点下播了，老铁们。啊、嗯。大家也趴那了，大家也累了，大家不想家，兄弟们，你们能看出来大家想家吗？你们绝对看不出来大家想家，他不想家啊，因为咱们家的狗狗，兄弟们，对大家都非常好啊，咱们家的这些狗对大家都可好了，都喜欢大家，小明愿跟大家玩，老大愿跟大家玩啊，三位愿跟大脚玩啊，周大脚，兄弟们啊，周大脚啊，大脚，大脚心脏，大脚啊，行吧，兄弟们啊，那三万爹我就早点休息，兄弟们啊，有点累了，昨天有点累了，我一直都在坚持，兄弟们，三万爹一直都在坚持啊，我就是不想让大家伙失望，兄弟们，就像晚上的时候吧，一定要给大家伙播，兄弟们，一定给大家伙播啊，大家伙一直等着我们的，兄弟们啊，谢谢大家啊，好不好，老铁们，咱们明天见啊，有点累了。兄弟们，大家早点休息啊，老铁们啊，直播间还有1000多人呢，兄弟们，你瞅瞅，咱直播间这铁粉太多了，兄弟们，
咱直播间铁粉太多了，谢谢大家伙兄弟们啊，祝大家晚安兄弟们，祝福大家伙晚安啊，拜拜兄弟们啊，拜拜啊。拜拜。